吴大师，BB，哦，对对，好听。这他姓吴的大师，他妈妈的，不，他的老婆的BB，哎，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，啊 ，BB 是洞口。 洗完澡哈，这个衣服挂在这个路边的铁网上，这后面有好吃的甘蔗，希望下次这个甘蔗我能来拔哦。我在这里喜欢吃甘蔗哦。那这个是旁边是万宁国小，这边是天主堂，但这个转角的这家好像在外面，可能在外面工作。这是我的行李哦，然后就断了一只脚，这边拖一拖也断，它本来就离开，就断一只脚了。这个是蚊帐，雨伞当骨架，然后再挂蚊帐。 是富里乡镇民街万南村27号。哦，就这样简单的睡觉。那我大部分的行李在那个富里火车站，因为来不及回去了，没有车，应该明天会被刁。好，就这样睡觉。 吃饭，喝点水。好，九月一号，礼拜天早上哦，在这户，祝这家平安健康，大富大贵，儿孙满堂。 我现在给你开灯了，尽量啊！你在凶啊！我现在给你开灯了，尽量啊！你在凶啊！过去，再凶！来过去，手好了，快一点呐！流氓是不是？不要再讲话了，来这么好了哦！我现在给你开灯了，尽量啊！你在凶啊！过去，再凶！来过去，手好了，快一点呐！哦，会带人的问题啊！再恶劣一点嘛！没有你恶劣啦，你恶劣我就恶劣啦！挺好，挺好。 你碰我做什么？你碰我做什么？你碰我做什么？已经超过。你不是叫我不要碰你吗？你碰我做什么？小心完了没？等你表现啊！等你表现。不能走下来啊！守规矩就好了。好了。守规矩就好了。继续啊！行人摘条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只为难警察，好不好？快点呐！他们在拿证件。我在骂流氓，小心五路公务员，然后多一条哦。不要讲话。你不要问我干嘛？
你不要走在道路啦，快点啦！你推什么推啊？不要走道路啦！你推什么？你走人行道哦。哎，不是要走人行道。走人行道，推什么？你推什么？快点！不是你的，我就请环保局叫人来收。是你的，我就对你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